的是个宝贝。一个字，真香。冷蛋一天吃黄色食物。早上起床，把黄米糊用漏斗滴到冷水里，冷却成型，做一个黄色小蝌蚪。早餐就吃黄色的小蝌蚪。到了中午，泡面沾上鸡蛋液，用热油把泡面油炸成空。午餐就是个黄色的悬空泡面。到了晚上，把榴莲塞进大肠里，烤至金黄。晚餐就吃榴莲大肠。又是拉稀的一天。这不是我踩的。一个字